去的去。讨厌，他好像对我有点意思，又好像对所有人都有点意思。对付他这种男人其实也很简单的，他撩你就撩回他，高手过招，点到为止。友谊之间戴上了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或许如果我们只是朋友。男朋友挺帅啊。普通朋友，就是一个长得有点帅气的饭搭子，就能隔绝爱情的杂音。每次想靠近你的时候，你都会躲开我。我很怕你，因为你老是喜欢不经意的撩我，很危险。我也怕你会爱上我。毕竟谁先心动谁更危险。比起我怕我会爱上你，我更担心你会爱上我。爱与生活整装待发，每周五周六晚9:10，装腔启示录。